什么东西啊？不详细啊！真奇怪，今天天气倍儿好，黑。哎呀 ，Hello， 同志们，今天呢是风和日丽的一天，然后是我要去拍摄，先擦个口红吧，正式的跟你们说一下，你们建议吗？我先画个口红，不建议也得忍着。今天呢是我履行承诺的一天，前段时间不是嘉哥有直播过一次吗？直播的时候就说，哎，假如我这个微博粉丝数量到了10000万，我要去干什么呢？去做一件嘉哥不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家熊姐就在我家人的花缸里面放了好几坨上面写着一模一样的那个纸条，大家都还记得吧？果不其然，里面所有的纸张上面写着一同样的一句话，就是粉丝破千万的话，拍一个去迪士尼玩的 vlog。然后就在去迪士尼的路上啦。没事，总有要面对的一天。今天呢，嘉哥是元气满满的工作的一天，所以嘉哥今天还贴了假睫毛。我一定是一个敬业的好的女艺人。好了，我们出发了，一会儿应该不出我所料的话，应该等一下是在迪士尼门口相遇，所以一会儿见了，拜拜。跑回去找师傅。我已经帮你拉黑了。神奇美妙的一天。有多神奇？轮到我已经累了。我们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欢迎大家收看嘉哥这次 vlog， 到此结束。我脖子后面都感觉火烧了。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去买条裤子，先把裤子搞定，要不然我觉得我今天这一天。各位出门还是不要穿黑裤子吧，来迪士尼禁止穿黑裤子。我感觉我下一秒就要蒸发了，爆炸了，真的，马上下一秒就要蒸发。入园了，现在准备去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先把肚子饿这件事情解决。来给你们看一看大城堡，近在咫尺，厉害。期待，非常期待，真的。对，我是阿可奥妈妈，阿可奥，乖，亚百利。不过你们叫我……我刚玩完《飞越地平线》，感觉非常的好看，然后且它色香味俱全。对，色香味俱全，然后。就感觉自己就像体验了一把无人机，它的所有的视角 ，very nice。每到一个地方，那个味道都变得好不一样。我在研究那个长城上站的那些人是谁。好了，我们要准备去下一个。我走走，冲上！跟我冲啊，兄弟们，跟我冲啊！那个加勒比海盗船的那个，就是一种沉浸式观影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里面那些道具人做的好逼真哦，尤其是那个章鱼须的船长，他的胡须一直在晃动，他一直这样，对，我好想摸一下，就是很逼真。哎，刚刚章鱼就是这样晃的。接下来是刺激的了吗？欢迎来到迪士尼，希望你度过一个愉快的神奇的又一天。Thank you.
实决定要现在回家了，因为离烟花还有一个小时，我觉得我等不下去了，太久了。刚我们就坐在路边的那个垃圾桶旁边的座位上，所以今天的加哥打卡迪士尼成功。的确，我在迪士尼过了一个奇妙的一天，奇妙加神奇的一天，就觉得创非常好玩，也是很难得啦。加哥来上海已经5年多了，然后第一次在迪士尼有这样子的回忆，然后之前有来过一短暂的一下下，就是晚上游乐设施都关闭了之后短暂的来了一下下，然后这一次是真的认真的有在小伙伴的陪同下认真的有打卡，然后也希望大家看我这个千万粉丝 vlog， 然后可以开心，然后希望你们也可以看得开心，然后希望你们也可以度过你们愉快的每一天，拜拜，快点 say bye。好多手，好可以。前奏。